你喵啥笑啦？家里就是用这个爱心、欸、他说什么唐僧有味啦阿妈被打了，谁砍我？完了！不要不要不要 ！No No No！ 哈哈哈哈哈！哦。那我上车了、我可以上车吗？听客运上车啊，超负荷。哈哈，这样等一下上车啊，学习。好了好了，还有一个啊，上车啊，龟狗。砸三十块，你看他差一步。操妈 ！Hello， 干你啊！包没人捡，要 rush B， 谁丢包的啦 ？Fuck。北七丢啥小啊？丢包没有啦 ，rush B 啊 ，rush 你娘几掰啊？干你啊！别 Q 包啊！你娘你不 rush B 个丢包啊？丢啥小？像 ？Shut the fuck up, China！ 别靠背了啊 ！You know？ You know？ 够了够了 ，rush 就够了，几掰看小。China 的过年来。啊，哪个要死啊？唔 Q 包就冲啊小！连我不要再看了 ，Oh no！ 不要再看了，我要掩护什么了？睡睡睡！你后面！跳掉吧！完了！神到我家大门口，调皮是不是？切！操你！你打死他们！直接靠北杀小！滚雪彪！滚雪彪！听话！让我看看！你是谁？不要杀小！孙子！孙子，你我做平底锅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试打一下平底锅。你娘！你昨天撞我，还没跟你讨回来啊！哦哦哦嘞！我没有摸到你，我操嘞！哦！但是你开车撞我啊！他们听到没？
红彩六号免费干你娘小布，你假粉是不是啊？就跟你讲，我有红彩六号，只是我没在玩而已，听不？免费免费，一直问一直问，我就是我对那游戏没兴趣，你是在干哦？你是在鸡掰哦？干你娘的！一直问一直问，你青欢哦？啊操鸡掰，讲够会听不？干你娘的！鸡掰囡仔，一直懵一直懵，去死啊！妈一直问。呛那只巨人！干你啊，疯婆子，受不了！对嘛，没送就来啊，靠背啊，干你几百破吧，破几百，消几百，干你啊，你你啊几百几百就吵的，不要你讲啊，你几几百啥小，干你娘啊，对不对？也不干他，也不干那事，而且重点是也不干那事、啊。对嘛，打比赛也不是你，操你妈的！他也不是当事人、啊。干你，你别讲明天画啥小修啦，干你啊我修啦，修啥小啦。